没事，我看一眼。酒喝什么味儿的？我看着买呗，我吃啥都行。不是你看干嘛呢？我这买个糖嘛，我回去这啥味儿的我挑一挑。嗯。你不是你买个糖，你直眼啊？谁直眼的？你有病啊！我刚我刚喊你，你都直眼了。我看保质期呢，那啥，你那个给我买点那个糖，就是。我就放嘴里爆炸那个，跳跳糖啊！啊，对对对，就那个，你去给我买点。哎呀，我不买。不是，为啥呀？我不想吃了。我想吃。不买，你想吃我就想吃。不是，那你咋的？你那意思你不吃还不让别人吃了？不是，我今天早上刷牙，我都发现我都有两个虫牙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我吃，你给我买点，你去。不行，我不买。哎呀，你快去，快去！不行，你赶紧的，你这赶紧跳完，赶紧干。我不想吃了，不吃了，不买了。嗯，不是你笑啥呀？你笑什么呀？我啥？我看你笑，我才笑的。不是你先笑的。哎呀，你别磨叽了，你赶紧去买吧，去去去去。去。我不买跳跳糖。买带一点儿。都是你爱吃的，那你是不是给我报销一点啊？我还全我爱吃的，我爱吃的糖你都没有买，我说吃一袋你都不给我买。谁说没给你买？买的。买，你不买吗？报销吗？报销。多少钱呢这些？200多。啊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报销啊。报啥销啊？糖。啥糖啊？推你车得了啊。